好好努力，这样才能做一美的好豆奶哦。老师，我有个新想法哦，我要做优酪乳。咦，那是牛奶做的吧？并不是，我们还有丰富的纳豆异黄酮。哇，一定可以成为优秀的豆奶优酪乳。非基因改造黄豆制成，身体无负担，一美豆奶优酪乳。